安检二。哎呀，请配合安检。嗯，哼，真是麻烦。怎么还没出来？哇，好疼啊！成绩完了，请伸过一头，快醒醒，要过安检了。嘿，你快别喝了，要喝完了。Sorry 啦，完了完了，又要迟到了。别急，快到了。你确定？孩子们都快出来吧。118、118、112，我的天哪！租房，我需要一个暖和通透的大床房。嗯，哼，那你可找对人了。这床可真暖和。什么味道？哎呀妈呀，我怎么糊了？我需要一间人多热闹的房子。运气真好，就剩最后一间了。这群居房确实不热闹，但是人家每天都好晕呀。有没有可以彰显我身份的房子？像您这样的精英，那必须得住在顶楼。顶楼？冻死我了，这顶楼竟然在室外。喂，你就是新来的老铁？你好啊，老板，给我来串最甜的糖葫芦。哎呀，雪梨。医生，我最近咳嗽老不好。多半是肺热。什么肺了？来试试最新推出的药浴。还挺甜。什么情况？红薯。医生，我好冷啊。来做做体温吧。这么低，请立刻上炉。这炉子可真舒服呀。饺子。医生，我想在冬天身体棒棒。祖传金锅，让你立刻胖胖。哇，感觉肌肉变得更结实了。怎么有股姜味？姜味。不要慌，我来翻个面。给我一张电影票。你的头怎么了？冬天穿太多撑破了。前面直走就是一号厅哦。快下吧，电影快开始了。今天是我生日哦。恭喜你享受生日免费观影。真是多亏了溜溜妹妹。快想个法子进去看电影才行。等会儿。您的票请拿好。坏了。怎么暴露了？真丢人！兼职介绍所，身材这么好，体育沙场吧。再这么阴下去，我都要烫白发了。你看起来很光滑，那你就去。我拖的地，那必须又滑又亮。刹不住了，赔人钱。好像也不是这么好事啊。喜欢旅游，那就去当导游吧。在我们下方的是著名的西湖。西湖。什么东西扎了我的肚子？糟糕，吃破了。没救了。买棉衣二，好想冬眠啊。有没有适合我的棉服？来试试今年的最新款。哇，我看起来变得更蓬松了耶。也更好看了。苏苏，给我整件霸气脆弱的衣服。来试试这款蛋糕饭披风。真霸气。我要去拯救世界了，饭团超人。我的衣服破破烂烂，我想要一件耐穿的棉服。这款棉服不光质量好，还能给你带来好运哦。这衣服可以穿到过年了。站住！先怀疑你和一桩案件有关，请跟我走一趟。什么？这个肉丸啊！说好的运气爆棚呢？今天正式被确诊为烤肠，长期躺着，偶尔翻身，脂肪含量高，压力大会爆，不太健康，便宜廉价，成分复杂。可是烤肠有人喜欢，我没有。度假，盐水毛豆，大海，夏威夷冲呀！盐水毛豆，请享用。香肠。
做好了，面包片。我从沙滩拍了些人照。先生，你的防晒涂完了。那给你的小费。我的钱。粘的果酱烤面，怎么还粘着一瓶果酱啊？过安检三，今天星期四，明天星期五，怎么还有外套呢？让我来帮你。你究竟想要干嘛？太差了！咱等会儿坐地铁时，千万不要打闹。什么鬼？对不住了，各位。怎么又是这样？爸爸好厉害！这里装了什么？当然都是扣板了。这不能装。狗叫。妈呀！这安检员真是可恶。什么话交给我，书本你带走。大黄酥站到了。这么多人，太挤了，坐下趟吧。不怕，看我的。色骨功。不好意思，人家是榴莲味的。又这么多人，大功告成，拜拜。这也行，快出刀了，快，还是老办法。接住，轻松拿捏。哇，真是披萨嘞！哇，这就是中国功夫吗？画画，今天画油条。当模特要坐好久，热个身先。不错，这歪歪扭扭的什么玩意儿？它确实长这样啊！救命，我腰扭了，转不回来了。这次换泡泡糖。不错不错，今天风挺大呀，这不是张白纸啊？没有模特呀。我这么大个模特呢？换萝卜总行了吧？这造型不行，看我换个流行的。挺好啊，谁家萝卜长这样？一模一样啊！像特大萝卜的，没收啊！苏到上货机，来份糖炒板栗，收到。看不到啊，看不到啊！你去哪儿了？好的，找到了，下去吧你。来份冻梨，开始。嘿，这次一定要拿第一。来份关东煮暖暖身，怎么每天都这么挤？想泡更大的池子。这叫哪门子大池子？哇，这冬日美食也太赞了。